国庆的七天长假由白梅工作室出品，邓超担任出品人的爆笑喜剧《分手大师》将再互连演七场，首演当天现场几乎座无虚席，三小时掌声笑声不断。这部《分手大师》讲述的是以吃软饭为生的梅远贵和流落红尘以卖成功学光盘为业的叶小春，因为一次意外的英雄救美而相识之后发生的笑中带泪的故事，期间更有走投无路、霉运连连的神经劫匪、风光无限、情趣盎然的成功学大师等等，每个段子都笑料十足。养生的秘诀在于，不管遇到什么烦恼，都要心平气和。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耐心等待，心平气和。成功之城，爱糖友好。成功之城，爱糖友好。为了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主演们还走到了台下，一阵阵的吆喝声果然让全场气氛爆棚。卖便宜点，这是曹云演的，不好看。卖便宜点，谁能拿出来四分钱？四个一分的，四个一分的，谁有？请您到台前来，四个一分的钢镚，来吧，来吧。